将官打到昏昏睡，侯爷老二爷鬼老伙计干着拉屎不理会，我冯六爷穿皮袄自找活受罪，不叫你提裤偏要提裤吃裤得，想犯洒了将官打了侯爷都是二爷傻了，差点把我们哥俩给剐了。现如今侯爷传下话来，你二人一人起西风说话，打完洒饭一字不怪，回答好了，我要召集于你。可是这么说，老的进去，小的别进，小的老别进去，你们都你们都不进，那进去麻烦点，本本生是我们二爷，打个头大拉锁，你一块儿上去。德云社的基本功有多扎实，郭德纲罕见贯口卖力相声，最后这一嗓子没点基本功恐怕是上不去，把别人逗得开怀大笑，自己一本正经，这应该才是真正的相声吧。想必老郭的这段也就专业的相声演员才能来到的，老郭那段经典的莽撞人听起来也是很过瘾。姓张名费字翼德，不挽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入坦囊取物，反掌关门，今日一见果然英勇，来呀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观一观莽撞人武艺如何。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如润铁，黑如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了扎，煞一把黑张人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中英飘洒，上前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冠云裳，身穿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走了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把万里烟云兽，掌中丈八蛇矛。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听人。嘿，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追或走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人匹夫之辈。大喊一声，曹军后退；大喊二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喊三声，把党阳桥后奔。后人有诗赞之列：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破万军。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猛撞人。好，真不愧是郭德纲啊，这段展示的是真的稳，每个动作表情的细节都展示得很到位，老郭也是越来越向传统相声靠拢了，传统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也是非常的经典，老郭的秦琼赞也是很经典。金盔金甲泛黄袍，五谷传承盼甲操，护心镜放光豪，石蛮带扎稳牢，鱼特尾虎当口，战群又把膝盖照，红中衣袖传豪，五彩靴足下造，胯下马名黄标，踏山梁国兵道，日夜五百刃逍遥雅散，云龙入九霄，向上桥黄面帽，披头花顶头袍，公冠顶前有高，剑流虎眉威严豪，背有黑蓝挂嘴绦，金装点过安桥，上着临敌剪法高，晃三晃摇三摇，兵剑条将剑袍，五虎上将命难逃，背弓带剑逞英豪，我问英雄云何姓，姓秦名琼字叔宝。老郭还没有唱完，台下的掌声就不断，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老郭的基本功如何。如果说静下心来听老郭的相声，那真的是有滋有味。当然在德云社演员基本功都是不差的，特别的于谦一段同仁堂尽显相声功底深厚。药王爷药法高，他就脱掉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到了药王搞，黎民作兴财不相烧，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，您老这个兰贵三尺三寸三分高，这么一旁供这个压药碾，这么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，炸药刀亮堂堂，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，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，后炸槟榔与麝香，头人陪着杏仁睡，这么二人躺在了神香床啊，睡了三更交白夜，胆大的木贼跳了金墙，倒走了水银五十两，这么金猫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屈松心，这么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，佛手抄起甘草棍，棍棍打在陈皮上，这么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，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，大苏丸小苏丸扛大海滴溜圆，这么狗皮膏药贴风寒呐、啊。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。于谦狂秀基本功，一段同仁堂展示自身的相声功底，就这段比起郭德纲也是丝毫不差，果然谦大爷的相声皇后真不是白叫的。当然他的贯口也不只是这一个，经典的贯口相声也不在少数。大宋朝文彦博，幼儿倒有浮求之志，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，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，黄香九岁温习奉亲，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，吴周瑜7岁习文，9岁习武，13岁官拜水军都督，统带千军万马，执掌6郡81州之兵权，吃苦肉献连环，济东风借凋零，火烧战船，使曹操望风鼠窜，险些命丧江南，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，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。听听千大爷这气口，吐字清晰，就算不看字幕也能听得清楚，不得不说千大爷的功底可以和老郭相媲美，老两口能成为搭档不是没有道理，随便拿出来的相声功底都能惊艳现场。千大爷也是亲自说出自己是很喜欢相声这个行业，特别是捧哏这个等，有次千大爷就被问到喜欢逗哏还是捧哏，千大爷是直接说出喜欢捧哏的兴趣，很尖锐的问题。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同样的想法，于老师为什么喜欢捧哏？您会逗哏吗？今天是一个不错的场合，您逗回哏怎么样？逗过，逗过。但实话实说，德云社10周年的时候，今年都15年了。
十周年的时候有一场演出，谦儿哥斗过一回哏，福寿全我给他捧着，他站在外边，我们俩没难受，自己也别扭。说实话，这这么些年下来，真的没在斗哏上下过多少功夫，这倒是。所以呢，站在那边也别扭，对，也难受，自己也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特长，发挥不出来自己的专攻吧。对对对，谦儿哥站在里边这个，没有人能打得过的。啊，站在外边，是人就打死。说两句话，我是里边出身，我小的时候学相声，我先学的里边，我是先捧哏。如果说让我选择，我愿意站里边，就那种高兴，那种没法拿话说不出来的。对，啊。哎，郭老师说你们都不信，嗯，实际上是真的。你不干这个，你不了解，他不是说受挤着就心里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说从整个这个段子使下来的感觉，包括现场观众的反应，这个东西上瘾。你要真不干这个，你绝对理解不到捧哏的这个兴趣乐趣。于谦讲述自己逗哏的经历，逗起来是特别的别扭，还是喜欢捧哏这个角色。不过相声界捧哏的也有这句话，那就是三分逗七分捧，捧哏的位置也是十分的重要。除此之外，作为德云社的两位老搭档，再加上刀锋，号称德云三巨头的他们同时上台，三人的一段莽撞人事尽显相声功底的是深厚啊。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不挽军中取，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门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。来呀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观观莽撞人武艺如何。青罗伞盖坐下，只见张飞抱头环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汗下扎了扎扎一部黑钢髯，夺入钢针，下似铁线，头戴空铁盔，二龙斗宝朱缨飘洒，上见八宝轮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身披锁着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腰系鹅黄战裙，下穿红绸彩裤，足踏虎头战靴，胯下马冠胭脂手，手持战马蛇矛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泽天真。但既有李家张三爷在此，而贺公贺战贺进贺退贺中贺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，而乃匹夫之辈，大喊一声曹兵贺退，大喊二声顺水横流，大喊三声把党阳贺断，后人有之赞之曰：长坂坡前救赵云，贺退曹操过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啊，德云社三巨头的实力有多强，三人版的莽撞人直接是将氛围拉满，这哥仨目前在相声界几乎是无敌了吧，就算是在台下的听众也是非常的过瘾啊，气势如虹，一泻千里，这绝对是妥妥的真实水平啊。除此之外，德云社三巨头之一的高师就是硬功夫，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，如今相声界能一口气说出来恐怕没几个人可以，难怪老郭曾经说相声界前三位高老师能占两位。不仅如此，当郭德纲于谦高峰他们三人同台说相声，那现场包袱可是不断的，风来了雨来了，老和尚背着鼓来了，唰唰唰，太有意思了，还挺萌这个是吧，好玩啊。完了这就拉高了，该你了。我这第二句啊，对，周不正王，对，我接这王字，对，找一个人是王彦章，有这水贼王彦章，有这位没有？有，南唐五代。哎，我接这张字来，小孩语啊，张是张是张大嫂，李大嫂下南洼摘豆角，谁见过六月穿皮袄？咔咔咔，有意思。那到我这是冯陈楚卫。哎，第三句，魏的古人就是魏征。魏丞相有了不起，俗语就是蒸饽饽捏饺子，你们是我的好小子，我是你们的好老子，咔咔咔咔咔咔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，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，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，订阅我，再见。